小野的新款，哎，它这个质地真的是像报纸一样的感觉，红色的，哇，我好喜欢这个小丑啊，好好看呀，绿色小恐龙，哇，好喜欢它这个质地呀，小熊，它这个熊还有一种皮质的感觉，虽然不是皮的，这背后脑袋上还有补丁，穿内裤了哈。这个袋子好大呀！哇，这什么游泳吗？它这个好细致啊，游泳圈的气囊塞都有，看到吗？这小风车还能转，头上是西瓜，哇，这质感我跪了！这是什么鬼？小恶魔呀，弄了一个箱子套在头上，跟我们家小猫挺像的。手上还有一个弹弓，看到吗？他这个应该是那种监狱风格，打架受伤了，你看他的脸这儿，好细致啊！救命啊！我太爱小野了。在水桶里的小野，乖乖的洗澡澡。隐藏，这是他用纸箱做的一个机器人装备，水杯，看到吗？套塑料袋的。身上穿的是报纸，他好顽皮的感觉呀、啊！最后两个了，给我个隐藏吧。本小姐从来都没抽到过隐藏，这不是隐藏。但这个粉头好帅呀、啊，好酷啊！粉白色 YYDS，这个是把塑料袋子套在头上，可以呼吸的，吓死我了！这是他送的包包，在官网买的。应该就是装那个盲盒箱子的，还送了一个本子，这应该是本子吧？请原谅我这个土鳖，我不知道它是干嘛的呀。啊，我明白了，是吸铁石。这个是这样的，一共四个吸铁石片片，皮质磁吸书签，哦，是书签书。怎么还没完？还有这几个东西。哦，这不是小野系列的。就这几个小家伙，全都是一样的形态，要不我给它做成流沙猫爪吧？